轮值猜猜风哥在画什么。这样No 这样你这是什么感觉呢？你不是在听声音？真的我不知道。哦，这什么啊？这是什么鬼啊？千层蛋糕有点那个感觉。画的是什么？哦，这是什么？哎呦我的妈！什么？不认识他吗？他是便便先生。默契挑战之背后画画第一轮。应该是从12点到3点。这个计算厉害了。哎，这个有点复杂，这个是从上到下有一个坡。嗯。哎，这个是从这儿下来吗？差不多，但其实我自己也画错了。没关系。砸手，砸手。我不养，不用脑。哦，好。怎么这么难呢？我太难了。那我已经结束了。好吧，你这个也太抽象了吧？什么东西、啊？你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想象中是想画一个蜡笔小新。蜡笔小新吗？